爱曾坠楼身亡，震惊各界。他在马来西亚的家人紧急赶至台湾，但因防疫规定必须隔离三天，将在22凌晨解除隔离。据了解，他们可能会马上去见爱曾最后一面，但目前公司表示不清楚家人的规划，遗照的部分则还在讨论中。爱曾讣文曝光，本名吴三云的王彤跟循古法冠上夫姓，改为蔡吴三云，想表达对丈夫的爱跟心意，令人鼻酸。她这几天睡不好也吃不下，但却说爱曾最爱我了，会希望我好好撑过去，所以一定会好起来。爱曾妈妈写给儿子的签字文中表达了无法看到儿子婚礼的遗憾，但她也说，我们也想和我们亲爱的儿媳妇彤彤说，虽然爱曾离开了，但你永远是蔡家的一份子，永远是我们深爱的家人，也让网友们相当不舍。